听过雄鹰说话吗？我们看看屏东科技大学鸟类生态研究室就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记录下了雄鹰宝宝跟爸爸妈妈进行亲子沟通的过程，也观察到雄鹰在不同状况之下会发出各种的叫声，包括幼鸟肚子饿的时候或者是警戒的时候发出的声音都有不同的声纹频率，而这篇文章也被刊登到国际知名期刊。雄鹰宝宝小小的身影坐在鸟巢里，不时探头，伴随高音鸣叫，模样超级萌。原来它肚子饿了，正在等待雄鹰爸爸带食物回来。声音就是鸣叫声。然后紧接着是战鹰。长期研究鸟类生态的屏科大研究员，经过2年观察，记录有关雄鹰的各种叫声，包括喂食、亲子间的互动，或是警戒时发出的声音，都会有不同的声纹频率。A 图就是比较常见的飞行叫声，这个 F 是单一的长音，这个我把它命名为亲子之间的联系叫声。有关雄鹰叫声的研究实在少见，以往只记录常见的飞行叫声，而母子互动、亲子沟通只有在繁殖期才看得到。研究也登上国际知名期刊。学长他做这个雄鹰的研究做十几年了，有一个成果，哎，我们也都很替他开心。路途其实就是很遥远，然后在上下过程其实他的坡也很陡，我们有被落石。是落石砸到雄鹰，俗名鹰雕，分布于日本、台湾等地，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森林，全球数量只剩10000多只，是濒临绝种的一级保育类动物。平常要先跋山涉水才能接近雄鹰鸟巢，进行声音采集观察，也让人看到雄鹰互动可爱的一面。九叔世伟，屏东报道。